真善忍，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纽约法轮大法腰鼓队应邀参加位于纽约长岛布兰特伍德第52届长岛波多黎各节日庆典大游行，70多个团体参加了本次的游行。今年纽约法轮大法腰鼓队第二次参加本游行，腰鼓队身着金色的练功服，金光闪闪，敲打着金粉色的腰鼓，成为所有游行队伍中唯一耀眼的华人团体。沿途观众热情地拍照欢呼着，并向队伍用中文高喊谢谢你们，你好吗等。随行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还向道路两侧民众传递了讲述功法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现状的资料，人们纷纷接过真相资料。当腰鼓队从主席台经过时，主办方主动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介绍法轮大法，台下一片欢呼。主持人说，真善忍，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而且需要很多很多。他还表示非常高兴能见到不同族裔的文化，能共同参与此活动。